然后后面又是个大鸟居，就刚刚拍的那个。居还在后面。啊，今天有很多人，也不知道为什么，不是平日的，不，今天还是假日。啊，今天礼拜天。今天礼拜天，所以还人还是很多人潮，大家都不用上班的概念。有两个小朋友在那边穿和服，他爸爸没穿而已，然后他妈妈跟两个小朋友都有穿，蛮可爱的。来介绍一下明治神宫吧。明治神宫啊，是供奉着明治天皇与昭宪皇太后，为日本东京最著名的神社之一哦。我们去的时候啊，刚好是令和元年，也是德仁天皇上任时期，刚好也是明治神宫博物馆十月大开幕的时候哦。它是由日本最著名的建筑大师魏延武操刀所设计，让博物馆啊以禅意的形式，以这个片绿地作为共生为主轴哦。行政局，明治神宫御苑。我们刚好来这边遇到日本的菊花展，然后这边都是那个人用的菊花，有看到吗？然后在各个学校的菊用的作品，然后上面有写说它是什么的，它的菊花的那个名字。哇，这造景的更好看。明治神宫的，日本的艺术真的厉害，跟台湾没得比。这也有哎，道场。这是小人的。然后洗手，然后那边有在打扫，然后不管是哪个神社都先洗手再进去鸟居，再进去神宫里面，我们来洗手。你先去吧。
就是木马鸟居在这里。还给你。啊，进来鸟居前其实都要先拜拜。现在的明治神宫，因好像遇到不知道是什么结婚的仪式还是庆典，然后我们要看，还在等待。然后这边的有工作人员吗？也在管制，应该警察吧，也在管制。走进这边吧。往回敲。他们走得好快啊！要跟上。最大就这样。隧道就这样而已，我是用隧道，还是很小，这应该看不到。好像每个都要喝。嗯。哎，没有喝，没有喝吗？你看到了吗？我现在走进明治神宫里面喽。外面那个进去右走，这整个明治神宫，大家看一下。整个明治神宫，而且里面还可以往内走，所以它是很大的。我们现在去找租印的地方，他刚刚说进来右转。嗯，拜拜路线的。我们打算先去盖租印，然后再来看，慢慢看。然后这都是会吗？你吗？会吗？哇！啊，那里，阿婆，朱印兽首富，看到了，啊？爷爷带孙女，蛮可爱的。祝753写意，哎。对啊，这猪也太多人了吧？哇，这真的是排猪印吗？哎，真的哎。那我们先。这猪印入口也太多人了吧？要不我先排，你去走走啊。不要，那我去走走。没关系啊，你就带着这只去啊。去东拍拍西拍拍。那我先去买预售。老板，怕你太无聊啊，我去排就好了。那我先排预售。排、还是你要排？你不排你就平常就好。好、啊。哇，你看这样排超多人的。这个，我老公买就这紫色的主音档。
住在原宿的很热卖的70磅。有没有看？哦，康熙，康熙，康熙，超长的康熙。还好我们买了两只，一人一只，还没断掉，还没扯断。老公，你要扯到什么时候啊？赶快把它咬断。哦，断了断了，看好吃吗？嗯，老公讲一下。还不错，还不错，很好吃哈、哦。好，那换我吃了。嗯。元素真的很热闹，超级热闹的。好大的脸哦！亲爱的假娃娃，然后刚刚夹到这一只，这不骗人的，这是夹到的，因为它有一个圈圈。这是帮老公夹的。好，现在要看说到底怎么不得到，看老婆神力。哎呦，有机会，我再换，嗯，给你。看我出来了。无意间中了，啊，我都还没拍到，我帮老婆拿钱就中了。两只专心拿，老婆就这样中两只，来拍个照。